反应太慢了，很少。要握握手他就会了，要握握手就会了。是，不要碰到呀，对不对？不能碰吗？握握手他就会。Thank you.
个十万。没有，那个要看哪个年代，现在的年代大概是。然后他就去说，就等这边。这个也是跟他吗？好了，你们可以拿上来了，等一下我们到就可以了。有到吗？马老进来。要跟他一起表演吗？强妹，你背后音呀。我们举起手一下。那我们闹啊，他是很可爱的小朋友，他喜欢很热情的朋友们啊，所以啊，我们等一下要热情一点，跟他数，我数到三哦，我们就跟他说 hello 好不好？挥手跟他说 hello， 然后我们来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、三 ，hello， 你没有跟他说 hello， 你看，你看，坐下去，真的，hello， 很可爱，对不对？I'm very happy to see you all today. My height is 57 centimeters and weighs 5.2 kilograms. I am a Romanian robot. I can sing and dance. Welcome to the Robot Story Exhibition. Are you ready? Let's go.我们闹啊，我们这次他就叫做闹。他刚刚说啊，他来自于法国，他来自于法国。他的身高是57公分，体重是5.2公斤哦。他曾经是上海世博会法国馆的吉祥物，有没有觉得很可爱？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他非常可爱哦。那他全身上下有25个自由度关节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灵活。那我们可以往这边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足球场？我们看一下影片，大概看一下。哎，我们那边看一下，我们知道会说有一个，来，我们掌声喽！哦，蓝鸡汤，没有。
哎，有人猜出来是什么吗？吉他，对，没错，就是空气吉他。哎，他还会做什么表演？我们再来猜猜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给他一个热烈掌声，好不好？很可爱哦，非常可爱哦。他这么会跳舞，一定有很好的老师，对不对？那我来问一下他，那请问一下哦，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吧，舞蹈老师。那你的舞蹈老师是谁啊？你还在想吗？啊 ，Michael， 那我是 Michael 哎。那你会跳 Michael 的舞吗？你还记得吗？老师教过你怎么，你会跳吗？你还会跳吗？他可能还在想哦，因为 Michael 有教他跳过舞蹈哦。要开始了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看我的节奏，来看我的节奏。很厉害哦，你们非常非常厉害哦，非常非常棒哦。好，要记住这两个动作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共舞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他是组装型的机器人哦，他的身高大约40公分，体重1.7公斤，他全身上下有18个自由度关节。我刚刚有提到他是组装型的机器人嘛。所以它有25种变化，它今天是以人的形态来做表演哦。那我们都知道它叫 Robot Junior， 哎，有一个韩国天团的名字跟它很像，有人知道吗？没错，就是 Super Junior。Super Junior 有一首歌好红哦，就是 Sorry Sorry 嘛。哎，我们刚不是有学到搓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热烈掌声欢迎请他表演这首 Sorry Sorry， 来掌声一下哦。
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好可爱哦，非常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哎，怎么了？好可爱哦。好，他竟然会跳这个，哇，他现在就是觉得一直在记得这舞步，很可爱哦。我看一下，他现在很紧张哦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太紧张了。好，他既然会跳这个，我们他现在还是想要一直跳他的舞步。好，他既然会我们这个韩国天团的这个哦 Super Junior 的歌 ，Super Junior 的歌，他一定也会这个韩国女子天团嘛。他这才来自于韩国嘛。那你知道有一个韩国女子天团，他们有一首歌，他们都做这个动作。哎，大家看我一下。有人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哦，没错，就是 Nobody 哦。那你想不想看？他现在一直在热身，他一直想要你们的掌声，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。看到你们太紧张了。我们要跟着一起拍手。好，他已经是第一次看到大家，真的很紧张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给他一个掌声哦。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哦！好，你们想要听导览的话，各位嘉宾，我们现在有导览，我们可以去听导览的话，那我们现在要往路口的方向去听导览哦。哇，你非常热情的 Junior， 你真的太……